没有想过公司会那么用心，本来我都以为公司取消了代理配套会让我以后的钱赚少了，可是没想到公司来了一个3K 海啸的额外奖励，这个真的是有够厉害。更没想到的是高级会员配套竟然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，而且我们作业起来也容易得多。一开始我也没想过自己能够做得到，可是还是决定全力一搏。我是一名家庭主妇，然后我有帮忙我的先生打理一些生意上的账目。我是经营RL，只是我一份副业。我在群组里收到了关于3K海啸的资讯，我很想得到这份诱人的奖励，所以我就在每一天花3到4个小时在 FB 做推广，也跟朋友私聊分享这些产品，还有这个难得的商机。当然我是在了解了他们的需求后才针对性的分享产品给他们，同时也让他们明白调理不是打针是需要，它是需要时间，需要一个过程的，所以拿下这个配套肯定可以帮助他改善自身面对的问题。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记起了3个 premium，得到了一个 3K 奖励。不过这个过程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，这个 3K 奖励差点就跟我擦身而过了。因为最后一个 premium 他考虑了好几天，直到期限的最后一天他才决定拿下这个配套的，这个过程真的很刺激，所以我很有满足感。原来全力以赴的力量是可以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，当你愿意相信你想要的都会发生。这3K 奖励对我来说很有意义，一开始我没想过自己会做得到，可是还是为自己设下了目标去奋斗。最后发现原来当自己很想要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尽办法的去完成，去证明自己也是有能力的人。